IG 上满满的股票实战分享，甚至还有客户回馈，被网友称之为高富帅的这六人，仔细一看全是报名牌收会员教股票操作，不时抛出赚取大把钞票，吃高级餐厅，到处游玩，营造阔绰高富帅形象，粉丝人数上千到破万都有，但疑似就是利用 IG 流量吸引粉丝加入台股 LINE 群组投资，大踩金管会地雷。有民众有提供资料，那我们也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来做处理。今年到九月为止啊，接获的这个成型诈骗件数是506件，那我们已经不法移送的有180件啊，那看起来这个数字都有成长了。金管会证实，这六名网红帅哥因为 IG 互动内容涉及违法代操争议，目前已移送检调，进一步调查。欢迎收看今天的直播节目，了解市场上的一些动态以及变化。开启直播，准备为股民指点迷津，不过想要在公开平台谈论个股价位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金管会盯上。诈骗型的，然后就是资金账户转钱过去之后，马上钱就绕跑了，带进带出。但是因为他并没有考到分析师执照或者投信投顾法规的允许啊，就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投资上的交易。诈骗猖獗，民众澄清投资诈骗事件更是年年攀升，让金管会不敢掉以轻心。同时市警若是违法从事投信投顾业务，市政明确就有可能吃上最高5年以上刑责，甚至面临100万以上5000万以下罚金，民众也得睁大眼，勿随意盲目跟从无执照网红操作，免得落得两头空的局面。三立新闻的记者刘富慈台北采访报道。